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，雄鹰九中巴空军联合演习于上周正式拉开帷幕。中国空军派出了包括歼十 C、歼十一 BS 在内的多款四代机，而巴方则出场了枭龙、幻影三等系列战机。当天，中国的高新系列预警机、新型电子战机也在演习中亮相。不过，中巴演习的消息也让一些国家感到了不舒服。印度防务新闻网站近期就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，表示中巴空军四代机齐聚印巴边境进行的演习非常具有针对意味。尽管它不是中巴首次联合军演，但是地点距离印巴边境不到200千米，演习目标显然指向印度军队。文章中还认为，近期南亚局势愈发紧张的大背景下，中国空军现身印巴边境的真实目的是为巴基斯坦空军助阵，是对印度赤裸裸的挑衅。对于这次中巴空军联合演习，中国国防部已经做出过回应，表示联训是2020年中巴两军合作计划内项目，目的是提高两国部队实战化水平，深化两国空军合作。更令人感到尴尬的是，印度军队刚刚同美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组织了马拉巴尔2020海上演习，印度国防部还要求美军继续加强两国军事合作，因此谁是地区稳定局势的威胁已经一目了然。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，莫迪政府不仅没有承担起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责任，还妄图想挑起与邻国新一轮的争端，这种局面在印巴边境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今年以来，印军已经违反了3000多次停火协议，这种做法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，还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安全隐患。事实上，印巴边境经常有平民伤亡消息传来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21世纪，印度却选择走扩张主义道路，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。对于莫迪政府执着于扩张主义，外界认为莫迪不仅是为了争夺领土，也是想借外部冲突转移国内矛盾。毕竟印度国内新冠肺炎确诊总数已经直逼美国，民众对于政府的怨言日益高涨，因此不能够排除莫迪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破罐子破摔，通过搅动地区局势缓解自身压力的可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莫迪政府最近又开始调整国内军事部署，打算增加印巴、印中边境的兵力，显然印度是准备开启双线作战模式。然而，这种紧张局势只会倒逼中巴两国加深合作，这也意味着未来印度很有可能会面临双面打印的困境。再加上目前印军所表现的战斗力来看，很难让人相信能够在两线作战中占据优势。说到底，莫迪这条扩张主义道路事实上是一条不归路。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印度人民无不饱受着病痛的折磨，同时由于经济危机的来袭，很多民众都在贫困线上挣扎，所以莫迪政府应该将视线转移回国内，这才是大国该干的事。